他是你的真命天子吗？其实即使是在理智的人，内心也都是渴望一段真挚的感情的。可是现实生活总会给我们带来各种的考验，很多时候往往做多非人，也浪费了自己很多的情感。那么现在你身边的他是你的真命天子吗？今天小布用塔罗牌与你一起来看看答案吧。静下心来，看清下厨的四张塔罗牌，选一张自己最有感觉的牌。A 宝剑八正位。选到这张牌，不得不说现在的你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冷静，而且内心的理智已经被情感蒙蔽了。在这段感情之中也没有办法做真实的自己，其实你的心里还是比较清楚的，对方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爱你。可是自欺欺人的发展下去，选择性的不去正视你们之间的问题，到最有可能容易会受到伤害。你们的感情会怎么样发展呢？添加小布 VX 号 WT32342, 可一对一占卜告诉你。B 吊人正位。吊人这张牌出现，说明你们的感情最近的相处氛围还是比较紧张的，而且两个人之间也缺少情感交流。相处之中很容易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发生争吵和冷战，这样的状态也导致了最近的进展也开始变得缓慢。其实只要你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你们的问题，相信很快就能改善目前的状态。这段感情还是很经得住考验的。你们未来的路会怎么走？添加小布 VX 号 WT32342, 可一对一占卜告诉你。 C 权杖四正位。选到这张牌，说明你们现在其实已经很了解对方了，也懂得用什么方式和对方相处，感情稳定，彼此相处得很有默契，整体的相处氛围也很愉快。所以只要用心的经营，你们的感情是很有发展前景的，是能够走向婚姻的。你在对方的心里也有着很重要的位置。你的正缘是他吗？添加小布 VX 号 WT32342,可一对一占卜告诉你。第死神正位。死神牌的出现，说明现在的你需要好好的考虑一下你们的关系了。其实这段感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，两个人也处于分离的边缘，对方的内心现在对你是有着很深的隔阂的，也在逐渐的放弃你。所以不妨对于过去的相处方式进行彻底的反省，如果你能解决当下的障碍，或许还会有一线生机。你们的感情会怎么样发展呢？添加小布 VX 号 WT32342, 可一对一占卜告诉你。关注公众号塔罗解忧，了解更多塔罗信息。